被一枪就爆头嘞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去偷推下路，有没有想法？各位，去偷推下，这个想法有没有？好像很有哦。他们三个打得很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不管了，死了就算了，他妈的，死了就算了。有人再回家了 ，BDB 起来，我是愤怒。史诗级的战争，耶嘿！这又能赢喽！原来啊。